的跨年演唱会上 ，TFBOYS 的三位成员呢将会一同亮相，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。据了解，他们将一共带来5首曲目，其中包括3首独唱和2首合唱。这两年，随着三位成员的陆续成年，他们也开始步入大学生活，同时需要兼顾学业和工作，让他们变得非常的繁忙，合体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所以相信呢，在今年的跨年演唱会上，他们的出现将为观众们带来惊喜。从2013年出道开始，团体组合 TFBOYS 几乎每年都在湖南卫视。